啊，这说的是仙雷柱啊，仙雷柱就是幸福的另一半啊，这个勤俭持家啊，可是当然了，封建主义时代咱不说那个啊，就好媳妇吧。这个今天说的这个仙雷柱就算了，说是个母老虎喝东屎还差不离儿啊。动手的是媳妇，挨打的是丈夫，媳妇打的是气急败坏，丈夫躲起来老实巴交。小两口在大马路上爆发了严重的家庭危机。哎，两口子吵架怎么还有警察围着呢？白色的越野车居然啥事没停了下来。当时我们看到原来开这辆车为男车巡逻下来，到了后座，同时一位女的到了驾驶室座位上。提前停车还换了司机，这是耗子见了猫心虚的表现啊！交警赶紧上前检查。坐在驾驶座上的女子一开始非常不配合。干什么？舅妈，我谁叫上前头上？俺小磊。你干什么？我上前头去，我得听前头的。你弄了行了？我上小磊，小磊，我看你驾驶证、行驶证有了吗？在交警的耐心劝说下，女子虽然下了车，可情绪是越来越激动，甚至还想碰瓷儿交警。我给你开的是能对着你也指不动。有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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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女子当街和交警撒泼耍混，而那边车上男子在交警批评教育下也开了口：“俺喝酒了。”我喝酒了，我谁开的车？下谁开的车？刚才，刚才是我开的车。你开的车，好，你开车，那好，你别吵了，你别吵，别闹，别闹啊！你看，你看这工作。车上的两个人是两口子，他们停车换座时，当媳妇儿的心存侥幸，觉得交警离得远，根本没看见他们换座，像蒙混过关。没想到丈夫主动承认喝酒开车，这下子当媳妇儿的可不愿意了，恼羞成怒之下，这才当街暴打丈夫。冲着丈夫发泄一通，也没能拦得住法律的制裁。经过检测，男子没摆好绳，血液中含有酒精92毫克，已经属于醉酒驾驶了。对他进行2000元处罚，吊扣驾驶证，5年之内不准领取机动车驾驶证，因涉嫌人醉酒驾驶，涉嫌公共安全罪，将会移交到公安机关做进一步的处理。哎呦，我看到我和小伙伴都呆了。就我就给这个酒驾司机说一声，进去之后老老实实的交代，争取从重处理，好吧？找这样的媳妇儿，能进去清静一天是一天啊。